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哦。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创世主小品经文大觉大觉者的意思哈。那这个经文我先跟各位读过一遍哦。历经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力掌乾坤震，横空立巨佛。从表面的文字，我想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在描述一个大觉者，他呢在人间呢历尽了万般苦呢这所谓的万般苦呢，所谓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人间的各种磨难嘛，在成就一个修炼人的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从你得法开始呢一直的有各种的苦难哈。事实上还有一些我们进入三界的一些朋友，其实也许你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德法与修炼呢，事实上也在修炼中哈。创世主曾经说，整个人类哈，这个所谓的人类的来历都是不是泛泛之辈嘛，都是天上的很高层次生命下来的。那在这个进入三界的时候，其实几乎大家都已经开始进入修炼状态了，只是整个的历经万苦中呢，千万年的轮回转世中呢，大家只是觉得就是一个人总是所谓的生命呢，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呢，又这样又在转世中又洗去的记忆呢，通常都会忘记了自己的来历呢。迷在常人中，那历尽万般的苦，也许有些神佛下士呢渡人的过程里面教大家呢修炼就是一个佛道两家的修炼的，西方的宗教也是有这个意思哈。那整个呢，在东西方呢，一路过来呢，整个三界的谜呢，一直都是不能破的哈。一直到这次创世主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破开这个所谓的人类的终极答案，到底我是谁哈？要去哪里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这个天机才整个打开呢。因为这次创世主他传的法就是所谓的宇宙的根本大法，这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一部宇宙根本大法，这是专门给我们这些千佛灵王万祖下界的这些伟大的神呢，在人间呢得了这部法，以便带回去他们的宇宙天体呢，不至于就是更改他们的天体的这个命运不要再沉住坏灭。这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也过去很少听到创世主这个名词哈，又在东方来讲很少听到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这个创世主呢，他看到宇宙呢整个庞大大到不可思议的宇宙沉住坏灭，到最后的灭绝了，快要毁掉了。所以呢，慈悲里面的无量的世界，无量的众神众生呢这个是真的非常大的慈悲，就是一动了一念呢就层层下走，看到每一层宇宙中号召着一些当层次中的所有的这些神呢看谁愿意随我下世之火哈就是看有哪些神呢愿意随着创世主来到人间呢，在宇宙的最低层呢设了一个三界呢这个成立的是所谓的人间呢，天上地下人间这个这样的一个三界来讲，来做最后的救度哈。当然大家呢一路过来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周边很多都是高层次下来的，旁各位都是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谈这个创世主的一个小小的经文，叫大觉哈。历经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力掌乾坤震，横空立巨佛。那当然是讲的各位咯。
各位当人这么久了，跟各位讲你是一个大觉者哈，那、你当然不相信呢、但是经过这些我们的一系列过来世纪大预言中圣人出世呢，不只是讲到创世主出来哈，万王之王啊，这些万王之王带的万王下士，万王万主。万主啊，这是所谓的天上的法王天主啊，下到人间来啊，历经了万般苦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整个呢这个是就是进入修炼状态呢啊。那是两脚踏千磨，当然这个你刚开始修炼的时候不知道，那就被磨难给考倒了。那他磨踏着你啊，就是怕的我们呢。就是我们没有修好，那就有点考验，就没有考过关嘛，那就是这样。人类呢，不管有没有修炼，没有修炼，这过关都一样的哈，都有一些关卡。但是在你得法的时候，关卡你可能会比较清醒的明白说，哦，这个是一个关来的哈。要我们自己提高去要过它。如果你真的能够过关斩将哈，突破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旧的神的安排的考验呢，利用这些业力呢来修理呢，来修炼这个修炼人呢，你如果一个很清醒用法去对待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快就过关了。那所以呢，这里讲到两脚踏千磨，其实历经万关苦哈。一个清醒的修炼人，他是非常的清醒的，所以任何关来呢，过关斩将啊，生成都是成为自己的成就。任何磨难来，他带来的这些所谓的磨难呢，这业力呢，刚好转为自己呢成就这部大法啊，那成就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啊、威力啊、心性果位啊，整个也就跟着提高了。你只要在法中修这部法，以法为师，很容易就能清醒的去讲，去突破这些所谓的干扰跟障碍哦，那变成两脚踏千磨，本来万磨踏的各位哈，这个一念之间你就是踏了千磨万磨哈，这个、所以呢，这个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啊。历经万般苦的时候，这个就是能够展露出一位生活在人间呢披着人皮的修炼的这种所谓的威德啊，不可思议的威德。所以这个历经万般苦对一个修炼的来讲都是一件好事，任何事情都好事的时候，能够体现出一体两面善恶同出正反同出的过程里面，各位非常清醒的时候，很容易呢，这个就是这样以法为师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都是好事，对一个修炼都好事的时候，创世主直接就能够让你呢因为心性果位到位了，所以呢他就会成就的圆满你自己的这个关卡所应该成就的一些事。那修在自己功在事物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哈，在人间你也不会看到出你来飞来飞去的神通大显怎样呢，但是你的所谓的过关呢，其实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哈，历历在目了。这个冷暖自知啊，所以一般外面的一般的修炼人的同修们呢，其实你看不出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哈，其实你不要妄加哈，妄加这个所谓的任何的这个指断哈。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他哈，你不是那一位接受考验的修炼的人哈，你不知道他的境界层次是否已经过关了或怎么样哈，所以你无法去评断任何修炼遇到的关卡哦。这个修炼人的关卡其实很重要，就是要以法为师。所以前面我们在讲了好多的以法为师，今天在讲到这个大觉呢，事实上也是在提醒大家，各位呢在修炼的过程里面呢，不要忘了哈，以法为师里面你就很容易过关了这个除了历经万般苦，两脚踏千磨，全部的威德就在你的过关斩将中哦。你才能够力掌乾坤阵，横空立巨佛。
所以我们一般看到师父的创世主的这些小经文，其实都是给这个所谓的修炼人的提示哈。那各位呢，在不同层次上呢，你不是一个气功呢，不是像修一般的气功，像这么大的一个哈，一个小品经文呢，事实上也都在提醒大家啊，各位是啊，这个整个修炼呢的主人翁啊，大法修炼中的主人翁哈。也就是这样，你就是这历经万般苦，两脚踏阡陌的抉择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跟各位来介绍这个创世小品经文大觉。那我们再来把它读过一遍哦。历经万般苦，两脚踏阡陌，力掌乾坤阵，横空力巨佛。啊，希望的大家以法为师之下呢，啊，层层过关，层层突破，好，就建立自己的威德，在建立威德中呢，也能够救众生哈，救下自己的世界的生命，还有你在这个三界里面有缘的众生哈，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大法弘传到现在27年了，这个最后在法证人知之前，大家以法为师的走出来、豁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期许哈。从事的最大的期许就是各位能够啊，闯出任何一种所谓的框框啊，任何组织的框框啊。啊，去讲以法为师呢，走出自己，正是宇宙根本大法以来，创世主以来，这是创世主他非常非常大的期望哈、哦，豁出来吧，豁出来吧，已经得法了，成为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大法弟子啊！各位，你就豁出来吧。豁出来，走出来，踏出来，踏出生死，放下生死哈，你这样成就不可思议的威德啊！啊，不能躲在组织里面，躲在这个所谓的啊非常舒服的环境里面等得圆满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这个所谓创世主小品经文里面，其实也有好多篇嘿，其实都讲到各位呢，像随侍这一篇呢啊，圣者切人生，天地皆真诚，睡如万尘主，醒来一半人，这个也都是讲到各位哈，讲到这些大法弟子呢。可是一般大法弟子不容易呢明白说啊，这个是在讲自己哈，总是把这么高的东西呢都认为是创世主讲他自己哈，没有哈，这个都是创世主看到弟子的伟大不可思议呢啊，这个时节四战鼓呢言出法精神呢，号令天轮转，震气震破魂哈，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维持一系列来用创世主的小品经文，也都是来提醒大家呢啊，师父有很多的法语呢，很多的小经文、小品经文，事实上是非常震撼呢，大家呢啊要把它好好的珍惜哟、哦、啊，德法要用呢啊，要用法啊，成就自己，成就自己在正式法中要打开来的天机哈、哦。好，今天我们这个创世小品经文大觉啊，就讲到这里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